子、石头，你们俩干啥去？我去村口接爸爸。没事，有我呢。妈，你不用担心。慢着点啊。燕子，石头，姐，你看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爸爸，我想你了，爸也想你，石头，你猜爸爸给你买什么了？哎，哎，爸爸，我要，我要，你要够到爸爸就给你，哎，哎，我也要。哎往哪儿看呢？谁往哪儿看了？你不看我就知道我看你呀、啊！哎呀，你还强词夺理！你往哪儿看呢？想吃我豆腐啊？哼，这嗑让你唠的，我还吃你豆腐，我还喝你豆浆呢，哼，怕你炸不出来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妈，你怎么动手了呢？你呀、啊，动手怎么的呀？对待你这种人就应该打你，知道吗？变态！妈，你说谁变态呢？你呀、啊，我就说你变态呢。你这才怎么的？你呀、啊，你想怎么的？哎呀妈！妈，溜车了！姐姐，溜车了！姐姐，快！大家快跑！啊！
军，建军，建军，怎么样？断气了。还大眼瞪眼看着干啥呀？把建军拽出来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动手！来，哎呦我的，一二，使劲！村长大伯，村长大伯，咋了燕子？小不识，你看见村长大伯了吗？村长，我看他去村口了。走，我带你找去。一二，使劲！哎呦我的，这不行啊！哎，燕子。他出事了！啊！我爸他大出血！老头，哎，赶紧让大奎把车开到燕子家。那真军呢？先雇活人吧。好。赖子、发财、刚子，你们仨在这儿，其余人跟我走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，小心点，小心！韩军，快点，快点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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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上车，轻点！快点，快！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妈，快看！妈，你快看！哎，飞儿啊！飞儿啊！快把塑料布拿下去！哎，别，还有我呢！怎么样？你就别去了啊！我不行啊！我不去不行！你可别添乱了啊！赶紧，快点，飞儿，照顾小子！哎，不行啊！我大奎，干啥呀？开车呀！飞。灯灭了，灯灭了。大夫怎么样了？谁是病人？大夫，我妈妈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你们还要进去看看吗？病人也许有很多话要说。妈！妈。没用，对不住你爸，孩子没保住。妈，不怨你，不怨你。燕子，妈恐怕……妈妈没事儿，妈妈一定没事儿的。妈恐怕等不到你爸。来了，妈妈，爸爸他石头，妈妈，爸爸他很好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燕子，弟弟小。妈妈不在你们身边，要照顾弟弟啊！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孩子，不哭，妈也舍不得你。你们要好好的，妈会在远方看着你们。不，妈妈，妈妈放心养病，等妈妈病好了，咱们全家五口人还得唱全家福呢。好。